享的是奢侈品红黑榜。我在之前做过一期奢侈品鞋子的红黑榜，很多人都很期待，就是我要出包包的红黑榜。所以说这是我回巴黎来录的第一支视频，希望你们能够喜欢。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就一起来看吧。按照惯例，我还是先从黑榜开始。那么首先第一支想跟大家吐槽的呢，就是我手上的这支 Valentino 的铆钉包。这款应该是很多人都觉得是特别貌美的包包，我当时也是被它的颜值所吸引，但是它实在是太不实用了，就跟我在奢侈品的鞋子里面吐槽的一样，他们家的铆钉是会掉的，但是我这个包包的铆钉倒没有掉了。但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磨的已经不成样了，它不是故意像是有一些 Celine Box 故意做旧的那种五金，就会感觉越用依旧是很美貌。这种像是抛光过的五金是特别亮的，所以说上面你一旦有个划痕就特别的明显，是不能近看的。我这只包包现在，这个是我去年大概两月份的时候买的，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它已经背的像是这种就是好用了好久好几年的样子了。而且它这个颜色比较淡嘛，因为是粉色的，所以说很容易和你的牛仔裤产生一个摩擦，就会有一个印子在。我建议大家背这种浅色包包的时候就避免穿深色的牛仔裤啦。我要吐槽它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做工材质实在是太差了。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故意还没有修，它这边已经破掉了，大概就是在我用了半年的样子吧。而且 Valentino 的包包是不支持全球联保的，因为它坏掉的时候我在美国，我就有去店里边问，我想要就是修一下它，他就说我必须要回到巴黎来这边才可以进行一个修理。所以我觉得一个1000多的包包质地这么差，用了半年就成这个样子，还真的是不太值得入手。第二款想跟大家吐槽的包包呢，是这款 LV 的经典款 Speedy 25。它的质地是非常的好的，就它这个皮质其实是特别耐磨。如果你想要一款它既比较能装，而且可以经久耐磨，可以用很多年的包包，其实这款还是蛮适合你的。唯一我觉得不太合我心意的就是它实在是颜色比较的难搭配了。这只包在买的时候，柜姐告诉我说这是最后一只了，也是季节款，所以说就上了当入手了它。建议大家在买的时候还是要认真的考虑一下，像这种比较实用的 Speedy 还是要颜色上面慎重的选择。它就是一种让人感觉难以言喻的颜色，我总是觉得它不太好搭，你配深色的话跟它有时候就衬托不出它本来这个紫色就融成一体了，但你如果配很亮的颜色的话又觉得冲突感有点太大了。总之我觉得就是颜色选的不好，其他方面其实还真的是蛮耐用的。而且 LV 的这个很好的服务就是这个小锁呢，它是提供终身免费来换锁的这个服务呢，我感觉还是蛮贴心的。第三个想要给大家吐槽的包包也是 LV 的，就这款棋盘格搭配中间樱花粉的这样一个设计，这个一拿出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要吐槽它了。这一款叫做 Bond Street， 其实一点都不出名，这个是妈妈送给我的，妈妈觉得我有一颗少女心，是这种樱花粉的配色很适合我。但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20多岁的女生，应该很少人会选择入这一款吧。这个为什么会列入黑榜呢？真的是因为它的设计我感觉是有一点问题的。它的棋盘格其实很好看，它的樱花粉色的包包我个人认为也都是很有高级感的，但是这两个搭配起来总是感觉有一种莫名的违和感。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包包真的是跟新的差不多，几乎就是没有怎么背过的，因为实在不知道该怎么配衣服。它里边其实还是有一个肩带的，大家是可以选择斜挎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感觉我的衣服或者说我的风格跟它整体都不太的搭，所以说还是有代沟的。大家可以看出来爸妈的眼光跟你其实还是有蛮大的差别的。考虑到它，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来搭配，我感觉20多岁的女生还是不太推荐给你这一款的，还是比较好好的当做一个新的包包送给妈妈比较好一点。但是它的质量真的是没得说的， LV 的棋盘格一直都是他们家的经典款嘛，这种包包我觉得你背上10年8年都是不会有任何的变形任何的质量的问题的。下一个黑榜想要跟大家吐槽的呢，就是这个 Chanel Classic Flap 羊皮的这个黑银的设计，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光泽感真的是很足的，特别的貌美啦。我不喜欢它主要两点，第一个是这个皮质的设计，羊皮实在太娇嫩了，你如果有指甲的话划一道的话就会很明显，所以大家用起它的时候一定要轻拿轻放。
它里边的这个空间其实不是特别能装，跟 Le Boy 相比的话，在乘务方面还是 Le Boy 更加能装一点。关于 Chanel 的包包吐槽呢，这支视频我就不会讲太多，因为我上一支视频跟大家介绍过了我的 Chanel 的包包合集，所以感兴趣的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来详细的看一下。下一个想要跟大家吐槽的呢，就是这款 MCM 的 Mila Tote 这一款。很多人可能了解 MCM 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双肩包嘛，就带铆钉的那款，真的是还蛮有时尚感的，但这款就不太推荐大家了。我这个是 large 最大的这一款，它其实本来是一个德国的牌子，之后被韩国给收购了，就变成了这种风格。它这个肩带大家有没有觉得和这个包包实在是不配，很有违和感，比较粗犷的这种肩带配上这种比较通勤比较知性的这种包包，实在是不太协调。为什么当初会买它呢？是因为当时想要走一下运动一点休闲一点的路线嘛，就觉得它可以斜挎在身上这样背会比较酷一点。但其实发现我不是那一挂的，就这个尝试是特别的失败的，它就被我无情的给丢入到了黑榜。我觉得这个包包其实也是可以再利用的，但这个颜色就有一点太不耐脏了。我建议大家用这种浅色的包包的时候，可以备一下皮具的那种清洗液，没事的时候可以在上面进行一个保养，会让这个颜色更加的持久，而且不会特别的显脏。它是这种两层中间隔开的，打开其实空间是特别大的，学生族也很适合上课的时候背，可以放下你的书本啊笔记本啊，这些都是可以的。比较重要的钱包啊之类的，你都可以把它放在这个拉链里边。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你是一个学生的话，背这款包包其实还是蛮适合的。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白色的包包真的是特别的不耐用，这边就是跟你的裤子会进行一个摩擦留下的这种痕迹，而且白色的包包特别不好清理干净，就在家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清理的难度还是有一点高的。最后一个要吐槽的包包就是这只 Miu Miu 的包包，大家看起来它真的很小对不对，就这么一点点的大小，但它真的重量是特别的重。这个链条我觉得它有可能是24K 斤的，特别的重。所以我不喜欢它的点就在于它的容积其实是特别小的，它中间的这个包包可能我们只能放下一个卡包再加一个手机，其他的就可以白白了，根本装不进去的。但它的重量又很重，背起来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个身上像拎了什么宝贝一样，其实你只装了一个手机和一个钱夹。个人觉得 Miu Miu 家的包包的性价比其实是不太高的，它的价格在二线的牌子里面算很高的了，但它的质量并不能说是特别的完美。他们家的五金的质量其实做得很好的，但是皮质的质量我觉得还是很一般的，跟它的这个价格其实不太的匹配。像这些包包上面配的配饰呢，也是你要另外购买的，而且也不是特别的便宜。Miu Miu我觉得他们家的包包就比较适合有钱人家的妈妈买来哄哄你的女儿用的，就性价比真的不太高了。好了，刚才吐槽完了我们的黑榜，下面就是我们的好用包包大推荐了。第一款你们猜一下是什么？就是 Celina 的这款秋千包，对它应该说是爱屋及乌吧，因为我也叫 Celina，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喜欢他们家的包包啦。这款秋千包其实买的也比较久了，这是一个季节款，他们家的配色真的是太多了。我建议大家如果想要入手 Celina 的包包的话，一定要观望一段时间，因为它每年都出很多不同的配色，可能这个季节的配色不是你特别中意的，但是不用着急的，它可能夏季出的颜色就正好是合你的心意的。它的主色调是灰黑为主的，在冬季的时候你可以配任何的大衣都不会觉得很突兀。但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它的耳朵是用红色的配色，我个人认为是很巧妙的，因为在秋冬我们背这种大包包的时候，就怕一身都变成了黑色或者深棕啊灰色啊，这种看着很无趣。但这个包包的这个红色就刚好起了一个点缀的作用，让你感觉一身的搭配不会那么的无聊。尤其是在法国这边都是那种一片黑一片灰这种色调，它的一点点红色的装扮让我感觉特别的独特，还蛮好看的。它的扣这边是有一个 Celina 的标志，然后是这样打开的，它的容积真的是让人惊讶，
我觉得这个空间很大，可以说是它的一个优点，是缺点了。你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往里放，都不会觉得装不下，好像就是永远不会满的感觉。但缺点就是它没有一个分类的设计，会让你找东西的时候比较困难。但是丝毫不影响我对 Celina 的爱，我觉得他们家的皮质做的是特别赞的。说到他们家，你可能想到的就是高级感、性冷淡、简约，因为他们的总监菲比，我个人感觉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女人。她为 Celina 设计出的这些 box 啊、秋千包、鲶鱼包、笑脸包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个经典啦。而且我觉得 Celina 是一个特别傲娇的牌子，它和很多的大牌不一样，它一直都走那种性冷淡风，在宣传上面也不是那种特别入世的那种调调。我个人还是蛮喜欢它的，觉得性价比很高。这款包包是会变身的，如果你不太喜欢它的耳朵的话，是可以把它给藏起来的，就是这个样子。完成，是不是感觉又换了一种感觉？一包两用还是蛮实在的。第二个红榜的包包呢，就是这款 LV 的 Speedy 30，这个是人生的第一只奢侈品包包了，我至今都觉得它特别的好用。首先就是它的容积其实是特别的大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么大的一个包包，你真的是可以塞下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了。我拿过来跟大家对比一下，刚刚我吐槽的这个 Speedy 25呢，它就是硬硬的皮质，像一个砖块一样，但是这款就完全不会，你东西不管放的多或者放的少，它都可以很好的跟你的身体进行一个贴合，不会觉得这个包包很突兀的样子，所以我个人至今还是蛮喜欢它的。这款当时买的特别的早，是我学生时期的第一款奢侈品包包，但是现在它已经涨价，是涨得有一点吓人了。如果你想要入手他们家的这种经典包的话，还是要下手趁早。第三个我入手特别满意的包包呢，是 Fendi 的这款 Deux Jours， 翻译成中文就是两天。我个人感觉它非常的实用，一个是它的颜色大象灰，我特别喜欢，在秋冬或者春夏的时候特别的好配衣服，根本不挑你的大衣的颜色的。内部的设计很合理，就是中间的这个拉链你是可以放一些零钱啊、钱包之类的，旁边的位置也比较的大，你放手机或者化妆品都是可以装得下的。这个我个人觉得包包的价格是特别值的，大概是1600多的价格，但是这个柜姐实在是手太快了，她帮我很快速度的缠上了这个丝巾和球袖。我个人觉得好像这样配了一套真的还蛮好看的，但这个价格在结算的时候就会，你们懂的，大吃一惊。这个球袖要280欧，我个人觉得虽然你的质感摸起来太赞了，但是280欧的价格还是不太值的。但大家知道芬迪他们家本来是做皮草出身的嘛，所以他们家的这种毛球才特别的出名，各种颜色看着就让人很喜欢，很想上去摸两下的感觉，所以就买了一个尝试一下。但是我现在想想觉得还是有一点头脑发热了，这种300人民币应该能够买到的球球，还是不要300欧的价格来买一个啊。大家当然，你如果是钱多的就忽略我刚才说的这句话了。下面这款包包一定要跟大家隆重推荐一下，是我个人觉得今年买的最喜欢的一款包包了，就是它是20号的这个大小。我个人认为它不大不小，这个尺寸和亚洲人的这个身材还蛮匹配的，是珊瑚红的这个颜色。我觉得在秋冬我们经常穿黑色或者深色系的大衣嘛，配上一个亮色的包包就觉得还蛮美的。这个莫奈包包的皮质呢是 Tago 的荔枝纹，它和 Kelly 的包包的皮质有一款是一样的，传说中啊，说是莫奈的这个手工的制包匠是跟爱马仕一样的，它也是特别古老的一个巴黎的牌子，比 LV 的历史还要悠久。莫奈这个牌子其实蛮神奇的，它是唯一一家现在在巴黎的市中心还是有一个手工作坊的这样的一个牌子，它没有任何的 marketing 或者说是做市场宣传的这个部门，它把完全的精力都投入在了这个包包的手工制作的过程中。就比如说它的这个手柄，它其实都是有一个金属的杆在里边，然后一层一层的包裹上了这种皮，而且都是很好的牛皮，总共是包裹5层之后形成了这个手柄。
所以拎上去的质感超级的棒。这个价格呢是3100欧，但配上它的做工的话，我觉得是完全对得起这个手工的制作成本的。最近这两年的莫奈包包为什么很红，好像是因为范冰冰她个人背了好几款莫奈的包包，所以她就莫名的在国内火了起来。我个人也觉得是蛮值得入手的，不管从它的设计还是从它的皮质上面都是无可挑剔的。是这样打开的，你往下就可以，里面呢是有一个肩带的，也是同色系的珊瑚红，然后呢就是只有一个袋子，没有进行任何的分类，但是它这边是有一个拉链的，你可以放一些比较隐私的东西在里边。我个人认为它也是很能装的，不分层的设计让它显得空间会更加的大一点。所以如果你想要入手一款比较简约大方有质感看得比较有高级感的包包的话，我还是非常推荐 Monai 这个牌子的，真的是选它不会错的。下一个红榜的包包呢就是这个 Chanel Classic Flap， 这个是牛皮鱼子酱的质地，真的是不怕滑不怕抓的那种，糙汉子一定会安利你使用这款的。同样的，想了解这款更多的请看我上一个 Chanel 的包包合集。下面一款我个人很喜欢的是 Chanel 的这个 Gap Heel 流浪包，这款名字真的是让很多都市女性都特别心仪的那种流浪感嘛。它的背法也有7种，我个人感觉还是蛮实用的。我个人最喜欢的背法呢就是它这种两肋插包的背法，更多的背法大家可以去看我上一支视频会有详细的介绍。这个颜色呢是红色的牛皮质地，也特别的耐磨和实用，价格呢是不到3000欧的价格，特别值得年轻的女性来投资一下。下一款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颜色的包包，就是 Chanel 的 Le Boy， 这个酒红色我真的是超爱的，它在秋冬的时候我的搭配率是很高的。微字纹的设计会显得整个的包包更加的年轻化，显得特别的活力。我一直觉得 Le Boy 是特别符合 Chanel 这个独立自主精神的一款包包啦。下一个我个人觉得性价比特别高的包包就是我手上的这个 YSL 的链条包 WC 钱包，这款我之前在美国的时候录过一个我的包包里有什么，当时就选的是这个包包，所以这里就不想给大家过多的废话了，大家可以翻看我之前的视频，这也是一样特别实用，大家看到它的卡槽有多少个，真的是有它在里边你根本不用带你的钱包的。它是这种鱼子酱的这个皮，特别的耐磨，你怎么在上面都不会留有痕迹在，所以我感觉 YSL 的包包其实性价比还是很高的。这款你既可以把它当做手包，就把链条完全放在它这个里边，可能有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当手包来用，也可以单肩，就是把它的链条重新整理一下，整理成这种双链的。最实用的对于我来说还是把它斜挎直接在腰间这样子背，可能就是平时逛街什么的也比较方便。接下来想说的这款包包是我在通勤中上班的时候用的最多的一个包包，就是它 YSL 的这款，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 Hif Gauche。 大家从正面看可能会觉得跟他们家经典的风情包有一点像，但从侧面看其实完全还是不一样的。当时为什么会买它，是觉得它完全就是看上去是一个特别低调但是很有质感的包包，因为上班的时候你也不太好意思背的就是那种比较张扬一点的包包嘛。它是这种大象灰的颜色，首先搭配上面是特别的百搭的。这款包包在我平时上班的时候利用率是最高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的上司是一个女士。我觉得在职场中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的上司是女性的话，最好我们在穿着和拎包的时候不要太过于的张扬和浮夸，还是要稍微的乖一点会比较合适一点。就比方说这款 YSL 它就是一款很低调的设计，但是你如果拎出去不管说是开会啊或者有些正式的场合，又不会觉得就是它过于的平庸。我一般上班的时候放的东西其实还蛮多的，就是一些我经常会用到的资料啊，还有就是墨镜，包括大家一看到我装了一款长钱包，也是他们家特别耐磨的 YSL 的这一款，跟我的刚才提到那个 WC 钱包是一样的，它放在里边简直是感觉还能放超级多的东西，它的实用性还是特别的高，而且价格也很便宜，最近法国在打折季嘛，在这个时候买它就是很划算。同样这款也是你可以手拎也可以斜挎的，但我个人感觉还是手拎这样子会比较好看一点。最后一款想跟大家分享的我最喜欢的奢侈品包包呢是这款
对于嘎嘿他们家的蛇头包，这个也是特别有名的款式了，因为他们家是做珠宝出身的嘛，所以这个蛇头做的真的是特别的精致，而且这个五金我真的是很喜欢。这个链条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它其实就像是蛇皮蛇身上的那种纹路，特别好看。里边的呢是比较简单的一个隔层的设计，然后呢他们家所有的包包都会里面有一个小小的镜子，就特别方便女士补妆嘛，你平时出门只要带一个口红就好了，再也不用带大大的粉饼了。而且这个包的容积其实不是特别大，就比较适合我们平时女生出去逛街放个手机啊钱包之类的就可以了。如果你本身是特别喜欢带很多化妆品的话，可能这个 size 对你来说就有一点小了。这两年其实他们家出了很多不同的颜色，当家花旦应该是那个祖母绿，很多人已经被它应该刷屏了，但我还是比较喜欢白色的这款，因为这两年很多单品其实各大牌都出了白色的，它看上去比较的简约，有那种说不出的高级感，配衣服的时候也特别的好配，所以我就选择它。如果你喜欢比较 chic 一点，你可以选择那种镜面的，它有那种镜面的蓝色、粉色，还有包括我觉得淡红色也是蛮好看的。总之我觉得这款包包还是蛮值得投资的。最后就是他们家这个包包反面大家可以看到也是有他们这个小小的 logo 在的，柜姐说它是可以支持正反面双面都可以背的，所以说感觉还是蛮实用的啦。好啦，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啦。不知道分享的这15款包包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只呢？记得评论留言给我。如果说你还没有关注我的话，请点击上方关注我的频道，这样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推送啦。如果说你已经关注我的话，那我们下周见啦，拜拜，祝大家心情愉快。